色界到欲界、无欲界到无色界哈，也就是说哈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所有对物质有执着的人，他会与地上形成一种重力，而这种重力啊，当它越重、越来越重、越来越重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就会在 meditate 的时候，就即使你的梦境中哈会断层。什么叫断层？你的梦境有的时候哈会突然间记不得，中间那个记不得，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起点的这个产生是什么意思？好像时空门呐、啊。那它起点的产生哈，是因为有一个物质哈，它是极小重量极重，也就同时对应于我们在 meditate 的时候，你如果地上身体的这个 DNA 衔接，其他的物质哈。绑定越重，就好像说有钱人很难上天堂啊？为什么？心里有物。